我们要进去，不许进。为什么？最近为了防止你们乱带东西进学校影响学习，我们要先进行扫描。那我先来。开始扫描。大宝，你带了什么？老师，我什么都没带啊。把书包摘了。糟了，老师你看，都是课本。大宝，把语文课本打开。大宝，你居然把课本挖空放手机。老师，我不敢了。给我到一边罚站。下一个我来。大宝太笨了，老师肯定不会发现我的。通过。我通过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老师？你自己还没验呢。我有什么好验的？我穿的裙子。站上去。好的。大宝闭嘴。不通过。好烫。小贝，背上是什么？手机。居然把手机放在背上，这么热的天皮肤都烫坏了。晚上回家惨了。你也给我在一边罚站。小贝姐姐，你来陪我了。别让我打你。下一个我来。这个破机器一定找不到我藏在哪儿。等等，鉴于你黑暗魔王会魔法，所以你不用验证。啊，真的吗老师？那我直接进去了。召唤小精灵。啊，老师居然还可以这样。老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精灵之力。黑暗魔王没有问题。看吧，我没有带手机。怎么可能？你是最应该带手机。啊，老师你这是偏见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好吵啊。这个黑暗可可怎么这么大动静？精灵之力。黑暗魔王罚站。啊，可可赶我回家把你的辣条全部没收。终于到我了。小雪，到你了。老师，我没拿手机。不通过。好学生小雪居然也带手机。老师，我没带。还狡辩。小精灵，给我扫描。小雪确实没带。小雪好厉害，把手机藏哪里了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导致机器响了吗？小雪带了手机进学校吗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